25号，周杰伦新歌《说好不哭》豆瓣打分跌至5.8，口碑两极分化。近日，凤文山回应，做出一首特别有力量的歌曲当然很好，但写一首情歌，让听的人夜来人静时静静想起一段往事，也没有不好啊。凤文山还表示，周杰伦爸爸的身份对音乐风格有产生改变，但音乐的品质还在，只是作为父亲的角色看世界的眼睛柔和了，没有那么多锐角。姥姥相信，这对。